是不是？是。这是左手，右手呢？剪不剪都无所谓。每次一见都一个新气象。新品。哥，哎呦来了。走，王莹。下。然后待会儿要试一下这两个都是合唱。临时调的，这个很明显啊，用过那 MG30 的，这致敬的是 TC 的那款合唱。这块儿是还是踩的不方便，我看看能不能给它再抻出来点儿。在街头演的时候，我带着他们吃的就是这个法子肉，就是快餐嘛。哪个好吃？介绍一下。除了这以外，这儿有一些公共的。哇，我去！哇，天哪！这个一人一个啊，今儿就一人一个。这个特好吃，多了没有？甜辣。丸子也是啊，一人一个，多了没有？是不是还是从前那个味道？多谢。就是家常菜，快餐能瘦吗？这能瘦？说你说能瘦吗？肯定瘦，能瘦。吃吧，把子肉，济南特色民间美食，快餐。画面一转，转到了两位 B 站的。美女贝子UP主，请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我是娇娇，我是圈圈。你们都是弹贝斯的，是不是？对。贝斯好弹，有意思吗？有意思，但很难。这是有粉丝好奇我们俩到底在真实世界里面有多难。来站起来看看，站起来看看。一下。你俩多高？我1.7米，差不多。我的鞋比较高一点点。所以我应该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请坐吧。现在是在这个济南，我们这次巡演的后台，然后圈圈是来探班的，对吧？嗯。圈圈就是本地人吗？其实不是本地人。嗯，但你在这儿待着是吧？啊，对，一直在这儿待着。我是烟台。哦，你不是济南人，我一直济南人。烟台好地方啊。说句山东话听听。好难啊，很难带入。干了个顶。干了个顶。谈辈子谈了多久了，圈圈？我哎呀，蛮久了，就是谈的可能这么长时间，别人谈的更好一些。他在 B 站被粉丝誉为三好学生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就很乖，很乖。对，你俩都是山东人是不是？对，看来这山东出贝子手呀。你俩也头回见啊？对，我们俩是第一次见真人，主要感谢大潘老师，没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赴广练奔现的机会，对，是不是？Thank you.
来那么早都？因为我们都是抢钱来的。对对，刚才俩哥们儿忘拿琴跑过去拿了。你看，他都拿琴，赶紧你看你拿的不来就亏。我是辽宁来的，青岛的。海南。沧州的，外滩的。以前两场南京的时候，本来都想看来的，然后都延期，再跑回家来济南看。去年沈阳站因为疫情取消了，然后今年是左等右等，也是没有沈阳的。然后想了一想，就是离家最近的就济南站来一趟。然后结果头天晚上买的票，第二天就有沈阳了，就沈阳就开票了，沈阳站也买了。每回都得看。对，听 funk 不来看潘老师的现场，那就说不过去了。潘老师演出成功，不想练琴的时候就看潘老师的视频，就有动力了。祝潘老师演出胜利！Oh, oh, oh.
你这帮孩子不走啊，都在上面站着呢。想走好了，我觉得真的帅呆了。我也是练琴的，我看他演出以后就不想练了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就服他了。霹雳炸，牛逼！绝对超值，来看吧，潘老师演唱会绝对值。现场太屌了，现场太牛逼了。潘老师最帅，太爽了，太爽，太过瘾了，太帅了，潘老师太帅了。我是不是太夸张了？协会的智慧的智慧，白造梦。其实对我而言，济南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城市。其实有一次在那路过吧，还有一回是我们演那个街头的公益的巡演。好多时候这个城市熟悉与不熟悉啊，取决于几个点，就可能你是因为你在这儿有朋友，对吧？比如像西安，比如像广州，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好吃的，还有一个好办法可能是你交一个当地的女朋友，但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可能来不及交一个当地的女朋友了，对，所以呢我们就只能从好吃的这件事上入手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此时此刻呢，我们即将开始的是一个从音乐转向美食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节目了。当地的朋友推荐的这个本地号称最好吃的牛肉烧饼啊，哇，这么多呀！你看他们这儿这羊汤啊，就跟前两天咱们吃的那水盆那种羊汤不一样，它这是白的。然后这个应该是肉量最大的一个烧饼，咱尝尝试试，看看怎么样，是不是饿死了？溜溜等了40分钟是吧？谢谢，尝尝。嗯，不太甜是吧？有点拌匀了。饿坏了，我觉得还是买少了，排这么长时间队才买了这么4个，行吧，明天吃。今天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和60岁以上第一针送花生牛一盒。你要在中国呀，整体是缺水的，所以基本上呢，要有水的呢，它一定会强烈的体现在名称上。就像北京过去的什么海淀呀，能加3点水的，有点水的，济南嘛，一样的。小孩好酷啊，下着雨荷花，下雨荷锦鲤，对，不少。我抽完这个烟就过瘾了。这个是大明湖畔的潘可娇啊，这突然这雨就走起了。大雨还在下，你的心里怕不怕？
那是鸭，那是鹅吧？本来啊，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到郑州了，但是因为一些这个人力不可抗之因素啊，没演成，所以很遗憾，我也很抱歉，郑州的小伙伴，因为已经延期了好多回了。那再接下来就是沈阳和长春了，8月12号、13号这些城市我们也好久没去了，包括长春我也第一次去。东北的小伙伴，现场见。这期 vlog 本来应该是两个城市嘛，现在只能拍一个城市了，还是吃播吧。白天我们让雨淋了啊，淋得倍儿惨。现在都是湿的。对，吃点热乎的。这是山东的一个特色的小吃，也是早点，就是撒。咱吃吃看啊，来。在 B 站上看到蜜雪冰城的广告，但是我一次都没喝过，正好这次来济南了，旁边就有一家，去尝尝。我觉得可以。一杯蜜桃四季春，一杯那个百香果，谢谢。好，慢走。四杯才29。来了。哎，谢谢。来了。可以的。哎呦，可以。头回吃。这其实是一早点，我先替你们试试。这油条啊，不是现炸的，有点皮的，但是估计就是这么着泡着吃的。我不确定它这有没有咸味啊，应该是早的。嗯，有咸味。怎么说呢？有点像胡辣汤。有点像胡辣汤。有点像胡辣汤。哦，是有，像胡辣汤。自从我这牙装上了以后，哎呦，吃饭利索多了。沈阳、长春，老铁们。